长哦，还有我们那个新闻从业工会这这个各位的伙伴们哈，好，大家好。刚刚听到那个陈经理哈精彩的演出，还有觉得哦，人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一定要两种事，一个保险要先做好，把自己保障做好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一定要想办法弄张记者证。我不晓得记者证原来这么好用。OK， 那当我们其实哈，当我们在保障我们自己的同时哈，其实享乐的环节很好，安慰我阿布你也爱顾对吧？阿爸你也爱顾，咱身体够好吼，咱有影爱顾。啊，今日咧特别带来介绍一下吼，咱要怎吼来顾咱的身体？啊，身体要就要顾起呢，哦，就自己顾起。那就等下来过去哈。啊，今天呢，我带一点小礼品了哈。阿佐说，待会各位呢，在上课途中呢，不小心有听到一些我只重复的话呢，那你就等一下会用的时候可以举手。啊，我想带点小礼品呢，给各位呢做一些小小的奖励一下。哦，好。那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哈，这是个人的一点，就是个人的一些学经历哈。那我在林口长庚医院待比较长的时间哦，大概在四年多的时间啊，在也做过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就是比较公益的活动，然后当过一些反毒宣导的讲师啊，所以我之前会常常到国中小去跟小朋友们互动一下啊，发现其实小朋友很可爱，可是当他哪一天真的是不小心染上毒品的时候，那我真的是很惨，所以不要让我们的国家幼苗太早染上这个东西，我千万不要让他有染上这个东西的机会。因为他的生育率哈，一点六万多个啊，今年呢好像有创新低的，只有16万人，哦，16万人。OK， 那开始的时候我们想来看一下哦，这是卫生署哈在2011年的时候以来完整的统计的报告哦。那一开始是阿个在怎样真的，后来了解讲。现在呢，前卫的患病到底是什么样的病体？不可讳言的哦，想当中那是就是一个癌症啊，所以在保险这一边呢，癌症的一些给付和癌症的保险是相当的多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必须要防治的对象。那其实政府努力了20年来，小小有成啊，它的增长率一直开始比较没那么不太管了。啊，样个呢？除了这个以外哦，其实足侪病哦，咱有可能会疏忽掉，因为伊无迄个癌症，听来才可怕。啊，对身体只是咱身躯内底，啊，这个是慢性病。啊，慢性病包括对呢，心脏病、脑血管的病、这种肾脏病、糖尿病、呼吸道疾病、肝硬化等等，这个还比较快。呼吸道疾病、血管疾病、心脏病、肾脏病。哦，这些慢性呼吸道疾病，因为其实这一边加加起来吼，比这个恶性肿瘤更加快，所以吼，人讲感受袂到的吼，它是偏薄的所在，哦，只有这样大家可能了解。啊，当然有一个所在吼，你一定要伫个10大死因内底吼，所以咱有亲戚朋友吼，有当下我们要多点关心哦，减少这方就是国家这方面的这个状况。那反正谈到讲吼，癌症是10大死亡之一第一位嘛吼。啊，咱个进一步来看，到底这癌症来得是啥物癌？哦，相对人的生这个身体要失去健康哦。咱发现讲，第一名、第二名依然是肝癌、肺癌。也唔过吼，有一种癌哦，这个大肠直肠癌，哦，拍摄这些圈圈好像好带上去哦。